好不定困难的每年过过一节冬，真了解，而且今年是准备了50道准备，一个月当包出7000粒左右巴掌。即马有真侪社区拢伫包巴掌，而且会提起分享互弱势家庭。但是困难的包巴掌是家家户户拢会当食到巴掌汤。阮这边吼是150道的准备啦，啊，都阮里长咧讲经费是无啥问题，啊，伊都讲委托我讲即个志工队的吼，即大家叫我召集，即大家出来斗帮忙啊呢，啊，阮是都每一户吼拢有甲送一多一丝仔意思安尼。850道白米真正是一件无简单代志。好佳哉，社区妈妈真热心收听，但是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了，因主要是需要分做两工才有法度来完成。你这你有几户啊？这啊，拢总440几户。啊，所以440几户来拢食得着。拢会。哦。啊，你们拍算用偌久时间来包？我用两工的时间。好佳哉，咱算讲有一挂地方的人士，啊，甲咱。一挂厂商来等赞助，所以咱每年搭上属于的物件来正达正个推广，啊，所以经费上嘛无产生着困扰。白发长除了要让里面感受到这一个气氛以外，其实里长黄秋雄是更加希望伫个包装过程中会当团结社区居民的共识。做里长以后吼，我就想那搭协作会吼来白发长吼，第一点老者。第二点，阁会当吼吸收吼地方大家吼会团结啊，甲对着地方的一种算活动的感觉。昆德里过过一节，除了食到社区妈妈亲手白的肉粽以外，而且暗时阁暗回糖果抹菜。明仔在社区将要和邻近工业区的企业做交流活动，这肉粽也将是联络双方友谊的特色料理。记者李平安，彰报道。